我知道是为什么了，我知道怎么会有杂音了，就是我把我的耳机的音量调大，你们就会出现杂音。不信来试一下啊！现在是不是你就觉得有杂音？好，然后现在我把音量调小，是不是现在你们觉得哎好像还好了？是不是？可是我习惯耳机听很大声音。